小二哈，小二哈，你看你干的啥事儿？你说你自己干的啥事儿啊哈？啊？你看你，我看你看你拉的，啊？这是大早上起来，你看你拉的，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是养二哈的第一个晚上，第一个晚上就拉成这样，哎呦，哎呀，奶奶了！你这晚上上厕所不开灯的话，一下子都踩上去了呀！啊，你这个熊样的，你怎么？你还叫？你还委屈啊？啊？过来，我问问你，谁干的？啊？你吃那么多，你全拉这儿，给你用，你还吃？你还吃？你咋想的？我问一下你咋想的呀？啊？啊哈？咦咦，你要掉下来啊？啊？你这货倒是真不让人省心呐！你钻，你这个纯货呀你！你真纯呐！你这个二哈，你怎么那么多屎啊你啊？你这一晚上拉那么多？你是个造粪机器吗？你是不是造粪机器？啊？你是不是造粪机？你是不是造粪机？你跟我说你是不是造粪机？啊啊啊！你看你拉的，你看你拉的，啊，二哈，啊，咋的了？咋想的呀？咋想的？啊？哎呦，我了个去！你家里面养了小黑、小黄，人家现在从小到大，啊，就小时候偶尔那么几次，现在被练的都是在外面拉尿垫上，这尿垫给你准备着啊，上面给你弄的狗屎狗尿，就怕你找不到地儿。你倒是好啊啊，咋了？咋了？哎，你倒是好，你倒是拉的倒是好啊。痛快了吧？啊？你还叫唤？你叫唤啥？